来一杯吧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脸转回来，对对，啊对对，好，好，开一张哈、哦。现在共匪开始发炮，夜晚、白天、日以继夜疯狂的滥射。完蛋了，去金门。我记得我73年的时候，光金门岛一年枪毙了50几个人。你小孩在外岛当兵，有哪讲啊？出去哪碰见，回来就扣掉。人都会怎么样呢？那时候我个安烟，啊，做咩冇人管，啊，把爹妈给我扛住。那伊啊，当然要做那个。我压根就从来没有听过金门，而且不知道我是要嫁到金门。向左看齐，向前看，倒数一二三四五六，点火关。我们823炮战，我们已经对岸中国就是金门炮，就是美军借给我们的。当地的不是大陆嫁过来的。哦，是哇，优秀。我又不是稀有动物，我是不跟你们长一样吗？然后来的人就是问说，他们讲的说啊，你们那边有没有电啊？有没有电视啊？有没有什么啊？我说拜托，我们那边，哦，我说我们那边什么都有，好不好？我说什么比你们这边都好很多，好吗？台湾同胞们，中国人不打你们吗？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。从小在金门长大，我们是从小跟老公抛击打到大了的。我们是台湾，谁跟你台湾？我福建金门的，我跟你台湾。你要独立，那你们去打仗吧。